一道茶网资讯干普茶的大热，让不少茶企嗅到了商机。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小青柑、大红柑等产品逐渐成为茶友们杯中的常客了。不过在今年的秋季广州茶博会上，小编还发现了干普茶的亲戚小青柑白茶，吸引了不少茶友的关注。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小青柑白茶，展示小青柑白茶是什么。小青柑白茶是以新会地区所产的青柑与福建产的白茶相结合的产物，既保留了白茶本身甜醇的口感，又柔和了陈皮特有的果味。经过冲泡后，白茶的甜香与陈皮的果香交织在一起，茶汤中白茶的甘醇与陈皮的清苦融为一体，口感清爽，回甘持久。小青柑白茶。小青柑白茶的功效。小青柑白茶不仅口感独特，其功效也是吸引茶友的一大因素。白茶作为健康的茶叶饮品，其清热驱火、消炎解毒的作用早已是家喻户晓。针对目前现代人常见的三高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症状，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，这也是白茶近年来市场火热的原因之一。而陈皮具有理气开胃、燥湿化痰的作用，不仅能入药，还可以直接食用，对于一些消化不良、食欲不振的情况皆有改善作用。小青柑白茶。茶汤冲泡后的小青柑白茶。小青柑白茶的市场反应，其功效与口感为一体的小青柑白茶目前在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呢？在茶博会现场，小编注意到不少茶友都对小青柑白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不断地询问茶企工作人员关于小青柑白茶的具体信息。茶博会上的小青柑白茶，不过据茶企工作人员介绍，现在消费者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白茶是什么茶，白茶跟青柑搭配有什么作用。由此可见，虽然近几年白茶市场火热，但是相比于绿茶、红茶、普洱茶的知名度，白茶在大家心中仍然是比较陌生的茶类。如今白茶就与小青柑均属于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热的产品，强强联合能否创造出新的市场热点呢？一起拭目以待吧。